基因检测可协助心血管疾病预防。圣经上说，世上没有比健康更好的财富，没有比内心快乐更大的快乐。你同意吗？大多数人工作压力大，工时长，更多的人是过劳，造成健康上出现问题，最后猝死的不在少数。其中多数事情无病征，顶多偶尔感觉气喘、呼吸急促、胸闷不适，少数会有头昏晕厥，也可能自觉心跳突然跳得很快很重，或跳得不顺畅，这些都是身体给出的警讯。但是要如何预防，才不会因为过劳工作却措手不及，赔上宝贵性命？想象一个情况，当身边的家人或是自己突然因为心血管疾病导致成为植物人甚至死亡，让人猝不及防，这对病人及家属除了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外，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大的问题。当人们压力越来越大，这使得心血管疾病发生越来越年轻化。其实要获得简单快速又有效的预防方式并不难，由于常规的心血管预防措施越来越力有未逮，唯有及早进行基因检测，获得个人的基因资讯提示，才能及早采取措施，帮助家人也帮助自己。基因检测就跟买保单一样，有如护身符，可以伴你一生，让你清楚知道如何照料自己的身体，维持健康。基因检测也很像一本生命指南手册，当你阅读这本手册，你就越清楚该如何趋吉避凶，提高自己的存活力，